我妈做水晶贴纸 VS 我做水晶贴纸，哈哈，今天挑战我妈不会做的。呵，你还是太天真了，姐妹，区区一个普通的贴纸怎么可能难倒我？为什么要拿我的棒棒糖？ What? 给你看看什么才是专业的。啥？果冻辣也能做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先说明一下，我只去用个壳子，没有吃你的糖。收获一颗水蜜桃，再来一颗芒果吧，反正你家里有好看的包装壳都可以用。请简洁约从我做起，剪一小块纳米胶把水蜜桃贴上去，再把多余的边边修剪掉，贴上双面胶，简单两步就搞定。哦呼，不仅有厚度还很有质感。哎呀，太俗气了，要玩就玩大的，把果冻蜡挤到袋子里，特别的解压，还能当捏捏乐呢，晶莹剔透好漂亮。再把多余的修剪掉，用火机封个口，怎么捏都不会漏，随意贴个卡通，一下子就完成了。这够不够水晶你们说？不开心还能戳一戳。搞得那么花里胡哨，还不如看点实在的，我用胶棒就能做呢，再随便贴点小东西，这也太迷你可爱了吧，一颗一颗对上去，想用时就拿下来，多方便。哼，谁还没点简单方便的？撕下你喜欢的图案，拿出妈妈的指甲油，像不用钱似的涂呀涂，反正用一点也不会被发现，哈哈哈，晾干后闪爆你的眼睛。好啦，这是我小熊做的两款水晶贴纸，记得选阿姨，绝对有惊喜。